这儿可不是公园，这是我们南水北调中线输水的终点，北京的团城湖。真清啊，这个水。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水，它十五天之前是在丹江口水库，长江的水经过1276公里到了我们这个终点。南水从淘岔取首出发，沿途先是通过一条飞架南北的方式穿越了川河、沙河，与黄河相遇后，举世瞩目的川黄工程再次诞生。此后南水一往无前，在西黑山分流至天津和北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不仅完全从无到有，还实现了上天入地。这么厉害的工程，小薇都看呆了。这么长距离的调水工程，怎么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呀？南水北调中线要实现这个全线的那个调度，就是靠这个调度中心来实现，它相当于一个整个南水北调中线的一个灵魂。这个屏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哪个闸啊，它的水位、它的流量、它的运行的所有信息状态。看这个，你看这个给出了它的水质分析的结果。这个淘岔一类水、沿线都是一类水、一类水，这都是实时的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沿线所有闸站现场监控的视频，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沿线我们这1432公里所有的这个建筑物的运行的状态，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地方是汇集的，实现全自动的这种调度控制。如果是东中西三条线448亿立方米这样调度规模能够实现，那么我们的淮海平原就是145万平方公里，它的缺水的状态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些缓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哎呀，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今天终于第一次青年代表们又回到了开讲的现场，欢迎你们。我小的时候是在长江边长大，生活在江边的孩子最亲近的就是长江水。我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北京是我今天生活的家园，但是今天身在北京的我也能够喝到家乡水了，就得益于一项重大的工程，南水北调。究竟今天的南水北调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钮新强，有请钮院长。院长您好。主持人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谢谢大家，请坐。见到您我觉得特别亲切。我也很高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刘院长来到我们开讲，又再一次刷新了我们开讲的嘉宾的这个认真程度。答应来开讲之后，很快就给节目组传来了一份刘院长准备的相关资料，大家可以猜一下有多少？24000字。甚至资料上面还有目录。更让我感动的是，据说钮院长来之前专门为着装的问题考虑了很久。钮院长说有两套选择，第一，把自己的孩子结婚的时候自己穿的那套西服作为开讲的西服，第二，再新买一套西服专门为这期开讲准备。后来我不知道您选择的是哪个方案，我猜一下，这应该是您孩子结婚那套西服。是是，你猜得很对。因为这个扣子经常解经常系，这个扣眼的部分会最先有一点点磨损的痕迹，所以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扣眼，这件西服应该是您穿过的珍藏的那件。你观察很仔细。刚才说到的南水北调，其实这个工程相当复杂。南水北调它是一个概括的一个总称，
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专用词叫四横三纵。哦，四横呢就是代表四条江，就这个长江、淮河、再下去黄河、再到海河，整个走向呢都是由西向东的。好，由此呢，在我们就规划了三条调水的线路，有东线、中线、西线，啊，这是基本上都是南北方向的，这样，而且这三条线路目前来讲呢，都是从长江引水到我们这个华北，我们叫跨流域调水。跨流域调水，但是有的好像现在还在规划当中。对。真正目前已经完成的是哪几个部分？整个三条线呢，我们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它是要到2050年啊，就是整个实施完，还有30年。那么现在已经完成的是东线和中线的一期工程。哎，但是这一个部分完成以后，北京就已经能喝到长江水了。是是是。那后面为什么还要继续再？我们按照规划，希望整个从长江或者长江以南水系往北方调的水总的规模是达到448亿，那么现在只达到了100多亿，还有200多亿啊，就是，要往后续的工程来完成。哦，中国有个古话叫“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这项工程真的就是用远水解近渴。对，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讲台留给您，希望您跟我们一块儿分享一下在过去19年里您和南水北调之间的故事。好，请您开讲。谢谢。青年朋友好，南水北调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宏伟工程，但是大家可能会问，就是这样一个工程跟我们普通百姓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站在北京的五棵松的地铁站，在你的脚底下不到10米的地方，有两个巨大的输水管道正在流淌着来自1200多公里之外的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的丹江口水库的水。我们打开水龙头就能喝到长江水，我们叫南水。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哇哦，原来这样伟大的工程跟我们的生活都是如此的密切，如此的息息相关。大家知道水是生命资源，但是由于气候和地理的因素，这个水在全球的分布它是不均匀的。我们国家水资源的总量2.8万亿立方米，在全球的国家排名当中我们能排到第6，但是拿我们14亿人一除，我们人均只有2000立方米，全球的人均水资源量是8000多立方米，我们占了1/4。这个2.8万亿在我们国家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南方啊占到了80%，北方大概只占到了20%，整个华北地区大概人均只有300多，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60，天津更少，只有100方。大家知道以色列啊是个很缺水的国家，但是它有多少呢？它的人均水资源量是300方，天津只是以色列的1/3。那么水资源不够怎么办呢？现在的现状是，我们先把河流里的水都用光了，就我们的用水量去除以这个河流的水资源的总量，我们这个叫做水资源的利用率。国际上有个通用的一个标准，你这个利用率如果是少于20%，这是可以接受的，你如果到了40%，就你已经是踩到红线了。但是我跟大家报一个数字，我们的海河流域106%，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把海河里的水我们全部用了一遍还不够，就第二道再用一次。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也已经达到了80%了。那么这样一个现状导致的后果大家都感受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河流里的水不够用，我们就拼命地开采地下水。正常的情况，地下水的水位线大概在地面以下3到5米。华北地区地下水什么程度呢？一般都在30到50米以下，
最深的已经到了100米了。在这个城市用水量比较大的地方，几乎都形成了地下水的超采漏斗，导致了我们整个地下水所维持的这种生态系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毛主席1952年在黄河边上讲了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南水北调经过几十年的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本世纪初我们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方案，形成了三条从南到北的南水北调的线路。东线从长江最下游，我们江苏扬州的江都泵站开始引水，沿着我们古老的大运河一路北上。东线的它的特点呢，是一个是提水，北方的地势比较高，我们一共布置了13级的泵站，整个提水的扬层大概达到65米。第二个呢，它是沿着我们现有的河道往北送，大概是90%以上，包括大运河和湖泊。那么中线是从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上面的丹江口水库开始引水，一直到北京的总长度是1276公里，再加上中间分到天津的是156公里，这个加起来等于是1432公里。那么最上面的一个我们叫西线，它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青藏高原，是从长江的上游开始引水，穿过山脉用洞子的方式直接送到黄河的上游。这三条线实施以后，就我们从长江往北方就相当于引了一条黄河这么一个量，可以极大的缓解我们北方或者从淮海地区的缺水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亲自参与或者主持设计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水从哪儿引，最后就选择了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作为我们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的水源地。这个水源地有它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优势，一个呢它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水库在哪儿了，而且这个水质非常好，还有一个它可以实现自流。但随之而来的就面临一个挑战，现有的水库它的库容不足以保证可靠的调95亿到北方，必须要加高这个丹江口水库的大坝，把它整个的水库的库容增大。现有的坝它的坝顶的高层海拔是162米，它正常的水位是157米，我们要满足95亿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必须把坝加到海拔176.6米，要加高14.6米，把这个库水位提高13米。它水库给大坝的水压力增加了40%，这个水荷载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一个工程，我们有一个特定的条件，就是你加高这个坝的时候，这个旧的坝必须在正常的工作状态，因为丹江口水库它要承担每年的防洪的任务，它要发电，它要供水，不能因为你加高了把整个水库都放空，而且这个加高的量和规模是世界上没有的，非常的巨大。所以你原来的坝必须把它加宽，后面要浇一个坝段上来，顶上也要浇一个坝块，我们通俗的讲就叫穿衣戴帽。但是你这样穿衣戴帽以后，这个形成新的坝和老的混凝土这个坝块之间那个结合面，这是我们成败的关键。传统的设计理论必须结合得非常紧密，没有缝它能够联合受力来维持坝的整体稳定。如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作用，这个水荷载一上来，这个坝就可能要出现裂缝，如果发生溃坝，大家可想而知，那下游所遭受的灾难是无法承受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这个缝始终在某一个时段，它在某个区域会张开的。这个就颠覆了我们原来重力坝设计的一些理论。经过10多年的研究，后来发现这个缝面你虽然有部分张开，但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确保有一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坝还是能整体受力整体传力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结合度要达到多少呢？丹江口大坝研究的结果，我们要大于30%。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叫后浜有限结合加高理论。我们在这个结合面上采取了很多结构的措施，后来建完以后，监测仪器在反映，它和它始终维持在50%以上的结合度，这个大坝是安全的。它的整个性状是非常正常的，使得整个丹江口水库的扩容达到了290亿，水面也增加了很多。啊，大家看，水位在比较高的时候，整个水库的湖面是非常的优美。接下来，我们从淘沙取水开始，我们引水了。中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全线的滞留。但是这1432公里，我们要穿越686条河流，我们还要穿越无数的铁路、公路。丹江口这个水大部分是一类水，为了送到北京和天津还是一类水，所以我们一个设计理念是整个输水的干线跟其他的所有的河流道路是立体交叉的。所以我们整个沿线1432公里，我们大大小小的建筑有2387座建筑。怎么样穿越这个大江大河，我们有2种方案，通俗的讲就是叫上天或者是落地。什么叫上天呢？通过架槽的方式，让原有的河道在底下走，就等于是在原有河道的上面啊，我们就叫上天。还有一种方法，通过管道的方式从河的底下穿过去，就是陆地。好，我们从淘沙渠出进来以后，碰到第一条大的河，我们叫湍河。经过综合比较以后，我们选择了上天的渡槽的方式，在原河面穿越过去。我们讲一槽飞架南北，大家看到的啊，这个非常的雄伟。这个槽子啊，两个槽墩之间的距离是40米，那么40米过420个流量，这个水有多重呢？6600吨，相当于同时要通30列列车的强度，这个在全世界没有过。这个渡槽的壁薄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最薄的地方只有35公分，咱们一张 A4 的纸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样一个渡槽结构是非常大的，非常创新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建造世界规模第一荷载如此巨大的过水的渡槽？就一般来说呢，这个渡槽我们可以先在旁边把它浇好，再用起重机把它吊到桥墩上去，这个叫架槽。湍河渡槽因为它的单个槽的总重量就达到了1600吨，你要把它现场浇好了再用起重机把它吊过去，这个难度太大。那么这样怎么来实现呢？我们创造了一个大型的造槽机，就在槽墩上面沿槽的来浇筑施工。啊，它这个呢，先在一个段施工完，这个浇筑已经完成了，它自动的在脱模，完了行进到下一个需要建设的槽段。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现场不需要多少工人。通过这个湍河渡槽，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在造渡槽方面，我们是处在领先的地位。线路再往北走，我们就走到了我们的黄河边。中线的干区怎么来穿越这个黄河？全世界都是在关注这个问题，无非是2种方式：上天或者落地。那么我是代表绥东派的，我领导的团队就研究从底下怎么穿。其中有一派，他是强烈的建议用渡槽的方式穿过去。我们这部分同志讲呢，就是你有钱，要花在看得见的地方，在黄河当中形成一个景观，一槽飞架黄河。那么这个地方很容易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旅游的景点，但这里头就碰到一个难题。黄河大家知道，在这个下游啊，它是一个游荡性的河势。我们用一句中国古老的话语，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指的黄河，它这个河槽总是在变。但是如果我们采用渡槽，就要用100多个槽墩，它人为的干扰就很大，它会影响到黄河的河势的稳定，最后是导致黄河的防洪的安全出现可怕的后果。当时两派的意见争论的时候，那个场景啊，我现在还是非常难忘。这个专家们应该比较斯文的，但是在那个会场大家争论的时候，拍桌子瞪眼睛啊都有的啊。
后来专家决策确定啊，采用隧洞的方案不对合适，造成太大的影响。我本人是当时是非常高兴的，但是也是在那一刻，我骤然感觉到一种压力。现在选了你的方案了，你从底下怎么穿过去？你在技术上是不是可靠？能不能搞成功？黄河的这个地质条件很复杂，底下的软土层有80米厚，中间还加了很多这个粘土、壤土层。隧洞我们是用盾构机去穿的，盾构机就怕这样的地质条件，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第二个，长度非常长，就4250米。当时的水平，盾构机来穿，比较有把握的是2公里到3公里。你现在一下子要穿到4公里多，有没有把握把它穿过去？第三个呢，我们这个洞子不像我们交通隧洞是过地铁或者过汽车的，我们里头要通的是高压水，它的水压力达到了0.5亿个兆帕，也就是51米的水桶，而外面黄河给这个洞子的压力多少米？30米。那么这样你这个洞子，你这种碗平结构，它是无法承受这样的受力状态的，它会被撑开的。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结构，盾构隧洞预应力符合衬气输水隧洞。首先用盾构法施工进行穿越的，外面有一个盾构隧洞，就是在盾构机往前施工，一边往前在推进，这个盾构机自动的安装隧洞的管片，这一环一环的形成一个封闭的外衬结构。同时为了输高压内水，我们在盾构隧洞里头再符合衬起了一个内衬的结构，这个是用钢筋混凝土浇起来的，而且这个钢筋混凝土里头环向加了预应力，通过这样一个结构来承受高压的内水。那么这样一个组合结构上是联合的，功能上是独立的。由于复杂的地质条件，施工是非常困难的，古墓啊、故事啊，还有复杂的沙土地层，对刀具的磨损，刀具磨损你必须把它换，但是这个换的风险非常大，因为舱前的压力就相当于外面承受的水土的压力，有几十米水头，这工人进去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会机毁人亡。这个两个洞子前后有几百次的这样换刀的这样一个要求，最后艰难的过去了。大概两个洞子前后将近2年吧，从北边在底下啊穿过了黄河，最后在南岸出来了。出来的时刻，那一刻的欢欣鼓舞的场景，令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动容。讲到这儿呢，就是南水北调，这个一路往北走到天津北京。那么这个工程花了11个年头，在2014年12月12号14:32淘岔取首正式开闸，开始输水。14:32寓意着干线总呢1432公里。经过15天的流淌，到了我们输水的终点北京的团城湖。南水北调中线这个工程的总规模是非常浩大的，我们挖了8.8亿方，土石方量相当于挖了63个西湖。我们浇了3000多万方的混凝土，相当于浇了2个三峡大坝，整个用钢量达到了178万吨，相当于43个鸟巢的用钢量。这个工程投入运行以后，6年来，到2020年10月31号，我们向华北地区总共输水341立方米，直接受益的人口是6700万。大家都愿意喝这个水，跟我们原来喝的完全不一样，对吧？它是一类水啊。我们原来规划的时候，就这些城市首先是用当地的水，当地水不够了，我们南面水给你补充。所以由此呢，对我们功能上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变成沿线各城市水厂的主要水源。北京市啊曾经表示，南水北调的水有多少要多少。这个也可以看出，这个不仅是啊这个简单的供水工程，它是一个惠民的这样一个工程。341方水啊，把原来我们城市供水挤占了河道的水、生态水还回去，
印象最深刻的白洋淀，原来白洋淀很多地方是干枯的、见底的，有水的地方也是污染的。现在碧波荡漾，烟水浩渺，甚至是可以说啊，鸟语花香。由于这个南水北调，是我们北方原来超采的地下水得到了遏制，而且现在逐年都在回升，所以南水北调，它是一个最重大的生态工程。回想50多年我们前期认证的这样一种经历，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梦想成真。作为一个建设者，我确实是有强烈的这种幸福感和自豪感。我也希望这种优质的长江水能够通过这个南水北调，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华北的大地，滋润这块干渴的土地，让更多人受益，让我们的世世代代生生不息。谢谢大家。谢谢刘院长，再次掌声感谢刘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请坐。听完您的开讲特别感慨，就在刚才我上来之前抓紧又喝了两口杯子里的水，今天觉得这水格外的甜。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我的助手小 V 一直在和网友在聆听您的开讲的同时也在探讨着相关的问题。小 V 来了，刘老师好，小撒老师好，今天感觉怎么样？哎，大家关于水的问题问的可是真的不少，有人问水对人的重要性，也有关心水质和健康的。当然很多的都是在热议终于知道南水北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了。对，小薇给我搜集了几个问题，来问一问刘院长。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我就是住在长江边的南方孩子，听您说现在南水北调沿线的城市都把南水作为主要用水，而且未来30年还要不断地加大调水量，我有点担心，无论如何请给我们留一点。但是我想举一个数字例子啊，我们现在总的调水量是448亿，那么我们长江入海口的总水量多年平均是多少呢？接近10000亿，所以这个448亿呢，跟这个总量比，就是不到5%。但具体到线路上就不一样，譬如说我们的东线那个地方已经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水量了，所以那个地方调148亿，这个因为影响几乎看不见。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到了我们中线，从汉江丹江口引的，这个地方它的多年平均的水量是380亿左右，你调走95亿。占到了27%，那么后期还要引水，从哪里引呢？从三峡水库可能引50亿过来，啊，补充丹江口水库，完了再往北方再加大20-30亿这样一个流量。那么三峡水库这个断面是多少呢？多年平均有4000多亿，啊，所以这个也不影响。您把这个数字一拿出来，我们才真实的又感受到了中国南北方这个水资源的差距。长江给出一滴，北方就滋润得不得了。小撒老师，纽院士，下面的这位网友啊，是小薇费尽心思在节目的录制之前呀，从咱们的网友中找到的。他说纽院士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吧，有请。你好啊。你好，您认识吗，牛院士？认识，认识。哦，认识啊。哦，牛院士好，撒老师好，我是胡莹莹，我来自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我的家乡曾经因为丹江口大坝较高而移民，在考上大学以后，我有幸参与了牛院士的资助项目。他说是您有一个资助的项目，他读大学的时候。对，我是2015年得了湖北省这个突出贡献奖，奖金是100万，我当时考虑怎么来花啊。对啊，您把那个奖的奖金捐出来做了一个奖学金。对啊，就分2年，每一年20个孩子，
每个人啊资助25,000，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移民这次是345,000人。我认为对南水北调最大的贡献者是这些移民，他们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故土，这种情节谁都能感受得到他那份痛苦和他所要承担那种感情的冲击。所以这种移民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奉献精神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我们最应该记住的啊，也是这些啊离开了故土为了这个工程而背井离乡的移民们。但是刚才我听小薇说啊，你觉得当时纽院士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是改变了你的命运。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我能够考上大学已经算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大学毕业就出来工作，但是得到了纽院士的帮助以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在学业方面更进一步，然后现在就考上了研究生，然后我下一步应该会读一个博士，然后希望能够留在武汉，然后成为一名内科医生，然后把纽院士的这份爱心也传递下去。祝愿你的学业能够顺利。好，谢谢。以后我的家乡武汉又多了一个优秀的医生。再见。再见了。再见。好，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四位青年代表，来。萨老师好，纽院士好，我叫王埃景。我先想问一下纽院士，在南水北调中线通水的当天，您在现场吗？我没有在现场，我在办公室。哦、那么重要的时刻，您没去现场看着去？我觉得因为十多年我一直在现场，去不去现场都一样。但是那一天的情景还是不完全不一样，还是很不一样的。我呢是光庄水厂的一名水质检测员啊。光庄水厂呢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京之后水厂的第一站，就是在通水的当天呢，我在水厂里边时时刻刻的监测水质，确保安全优质的清水流入千家万户。萨老师，您从小是从长江边长大的，而纽院士呢主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这么多年，想必您二位呢对南水应该是很熟悉了。今天呢我准备了三个水样，想请呢二位尝一下，看看您二位能不能挑出来哪一杯是真正的南水。三个水样是都能喝的吗？都能喝。你没给我准备一个烈武类的？没有没有，都能喝都能喝。一号二号和三号三个不同的水样。对，然后这中间有一杯是南水，另外两个是哪儿的水你得告诉我。一杯是纯净水，一杯是矿泉水。行，我们试一试吧。我喝外面这一侧，您喝里边这一侧。好好好，哎，回忆一下长江水的味道。搞得我像品酒师一样的。我得赶快趁着我还记得赶快比较。这俩我就分不出来，还有一杯我还没喝呢。这个比品酒的难度还大。太大太大了。我已经有答案了，咱俩不说，我们写下来。好，三二一，一块亮题板吧。来，三二一，刘院士写的二，我写的三，恭喜萨老师，他答对了。所以年纪大的味觉不行。不是，您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在一号和二号中间犹豫了很久，一喝三号，明显还是感觉，因为纯净水和矿泉水啊，它仍然还是生产出来的专门的饮用水。南水毕竟它不是这种商品饮用水，所以它里面缺少一点那种甜味儿。但是作为自来水来讲，这已经相当相当可口。
咱俩要不干一杯吧？好，来干一杯家乡水，谢谢谢谢，没忘记家乡的味道，谢谢谢谢谢谢。啊，坐坐看你，坐看你，好喝好喝好喝，哎呀，但也有懵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你作为水质检测员，你们是靠数据说话的，对吧？对。所以你的真实的数据过来的南水和过去我们北京本地使用的水相比，会有很大的飞跃和提升吗？对于先前饮用地下水的地区，居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水烧开了之后水碱有所下降，饮用上的口感来说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过去北京人就老说北京的水硬，洗衣服呀，过去我们这常说那个打肥皂都不起泡，然后洗手洗脸啊，感觉也是涩涩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这个南水过来之后，应该是能够从这方面是不是能很大的改善？对，有所改善。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牛院士，就是您让华北这么多人民喝上了南水，您第一次在华北地区喝上南水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主要出差来到北京啊，特别是通水以后，我到了宾馆，我专门烧了一壶啊，可能是心理的因素，还是我就感觉到整个都是很甘甜的，啊，就这么样一种感受。当然也没有记住以前就是这水怎么样，反正那口喝下去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感到很幸福。北京人民，我们北方人民能喝到啊长江的好水了。好，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考题让我得了零分啊。很郁闷，我再把这两杯干了。缺少一些韵味。好，下一位，来。牛院士、桑老师，你们好，我叫李润轩，来自于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是一名地铁结构设计的工程师。大同行啊。对，我工作以来也参加了西安多条地铁线路的设计工作。说起我们西安哦，最大的一个特点可能是古迹比较多，经常跟一些文物保护部门打交道。比如说像那个西安地铁的一号线、二号线，规划过程当中，我们的文物保护部门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先去探查一下沿线周边的文物，首先要避开重要的文化的遗址保护区，才能确定最后的线路。可是前期经过这么大量的工作，还是会有一些意外的小插曲，比如在施工过程当中，偶尔会挖掘出一些不明物体，有可能是古代乡绅的墓穴，也有可能是地下埋藏的钱币呀、瓦罐、瓷器等等。哇，西安这几年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是地铁工人创造的。是开玩笑说，反正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场就立刻得停工了，对，然后保护一下现场，再请考古队过来进行实地的挖掘。刚才听到牛院士您说，在南水北调的中线哦，有1432公里，跨了各个的省市也非常多。像河南这种古文明非常兴盛的地方，对，肯定也有同样的际遇。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在南水北调中线过程当中呢，您有没有什么发现来推动了我们考古事业的重大发展呢？哎呀，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们水利工程其中焦点之一，就你怎么去对待文物。对，南水北调中线也是一样的。那么南水北调中线是我们国家这个民族迁徙的一个文物带，所以留下的文物古迹非常多。首先在工程开工以前，我们要查清楚地面的好查，地下的现在有专门的探查仪器去看底下有没有东西，有没有文物。首先一定要避开，这是第一原则，对吧？不能因为工程啊，我们轻易把它毁了，这种文脉传承可能就断掉了，对吧？这个在建设过程上有个完善的一个制度机制，每一处都有具体的方案。你比如说武当山脚下有一个叫玉真宫，哦，那非常有名的古迹，道观，那是武当山九宫之一。嗯，如果我们水库吸到170，就淹没了，它就要淹没了。所以这个呢，当时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最后考虑到这个保护这个文物的它的价值的这种最有效性，就在沿地把它抬升起来，啊，就抬到170以上，抬个15米左右，就说它的地址没变，建筑物的原貌没有变，通过很多的千斤顶
把它慢慢抬起来，抬了15米，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要考验的那个技术啊也是非常艰巨的，最后成功了。谢谢桑老师，谢谢牛院士。好，下一位。来，牛院士好，萨老师好，我是黄玉杰，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大四学生，今天终于见到了课本上一直在学的那些重大水利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了。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分别是长城、京杭大运河和坎儿井，这之中有两个都是我们的水利工程，而历代的政权的兴盛它也和水利工程的建设脱不开关系，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它修建的都江堰，那还有开启了大唐盛世的京杭大运河等等，这些好的工程它们可能在现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1000年之后那时的人们他们再来看我们修的南水北调，那您希望从他们那里听到怎样的评价呢？工程你很难让它做到永远的它存在，因为工程有它的寿命，但是我想我们的后人啊，在解决这个水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在我们这个基础上面啊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啊有所进步，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大运河啊，大运河当时开凿主要还是解决那个交通漕运啊什么的，但是现在我们沿这个大运河给了它个什么使命呢？就是输水，对不对？南水北调东线，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人类历史时代的一种进步。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都江堰，它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这个李斌他们的基础上面，这个现在在不断的在优化，啊，在建造一些新的功能，使它发挥更大的功能效益。我想南水北调也都是一样的这样一个规律。谢谢蔡老师，谢谢牛院士。今天听了您讲南水北调，对未来30年又充满了期待，不知道30年之后当整个工程竣工的时候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那个时候的华北大地，北方的人们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过去有一首诗，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可能之后人们会读另外一首诗，叫君住长江头，我住黄河北，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神州水。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小微课堂来了，过去大家总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但南水北调工程却让干渴的华北地区享用到了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长江水。而同样是南水北调，已经建成的东线工程和中线一级工程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东线因为坐拥京杭大运河，有了天然河道的价值，只需要连接沿线大小湖泊就能实现通渠。那么有了河道以后，北高南低的地势问题如何解决呢？这就要靠一级集泵站不断提水，从而实现水往高处走。东线也因此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泵站群。中线虽然可以实现全程自流，但总长1432公里的干渠都需要重新建造。为了保证南水的水质不受沿途河流以及道路系统的污染，中线工程还使出了上天入地的本领。上天就是用渡槽的方式引水，一槽飞架南北，让南水在空中跨越大江大河；而入地则是通过倒虹吸装置来完成。说到这儿，小薇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科普一下了。当渠道需要穿越河道等障碍物时，经常会利用倒虹吸装置。这一装置的灵感来自于虹吸原理。虹吸原理是利用液面高度差使管道产生了一段真空，随后在大气压的作用下让水从进水口不断填补真空流向出水口，如此往复就产生了虹吸。我们只要把虹吸管倒过来，它就变成了水利工程当中的倒虹吸装置，利用进水口和出水口的高低差让南水自动流出，在顺利穿越障碍物的同时更加节能。南水北调不仅让北方人民尝到了清甜的长江水，同时也让受到污染的河流恢复往日的生机，因超采而亏空的地下水也在不断的回升，是地地道道的生态惠民工程。啥也不说了，小薇喝水去了。